贫薄城西半尺松，今宵未作一钱钟。雪花露出。海灯法师不只是武艺超群，而且学识渊博，文采出众，是武坛中少有精通文武的人物。海灯法师将这种绝技传给了范英莲和李兴友，希望他们能继承和发扬中国珍贵的遗产，振兴中华武术。但是在法师的一指禅下就变得落沙满地，这种神功真是惊人。40年前，海灯法师以一
一指禅功名震天下。40年后的今天，法师已达80余高龄，还能不能再练这种绝技了呢？To my channel, I'll be glad.